全球变暖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我认为是真的，连我都变成暖男了。记忆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认为是真的，否则取款的时候，谁告诉你密码啊？矫正不怕鞋歪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认为是假的，这句话一般都是网店的卖家忽悠你不退货用的。虎父无犬子是真的吗？假的。我认为是假的，欢乐他爸属虎，他属狗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是真的吗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